哪里冒出来的、啊？他就是阿猛那个阿妈娘娘介绍的相亲对象啊。不过他跟阿猛好像都没这意思。是吗？从我的神经天线接收到的讯息是两个字，未必。太敏感了。错，是你们都太不敏感了。他像糖果的女孩子，他阿猛那种硬气的男孩子，刚好是一油一杠，你不懂吗？我就是这样输给七月的。他的命，七月更有杀伤力。干嘛？你还在 care 你跟七月和阿猛的关系啊？我以为你已经可以释怀了。感觉今后的路好沉重。队员都已经在树林里准备开始集训了，我正要过去。我去放个东西，我们一起过去。把行李拿进去放吧。小月，帮我收进去。哦，好。阿梦，上次谢谢你跟我讲真心话。我骂了你，你也不介意。是我自己不懂事，做了无理的要求。我后来都想清楚了。想清楚什么？如果明明不喜欢一个人，还要一直假装喜欢着他，是不可能的。如果我真心爱上一个人，还要假装不爱他，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拒绝我，一点错都没有。谢谢你，没有由着我做任性的事情。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呢？你是真的想当球队经理的助理？你可以胜任吗？如果不行，这难道不又是另外一种任性？各队员，这一次就是短训的出发之前呢，我跟队长袁毅已经做过讨论，也就是我们这一次短训的主要精神，要针对所有球员的体力、耐力以及身体的灵活度做重点训练。好，现在来分组一对一进行攻守，攻击的人呢，主要目标是过人，防守者的目标是要抄球。因为我们这边又加上了树林，而且野外不是平地，难度呢会比在练习场高出很多倍。设计的这个练习，如果像挑战，不知道你们这实力可以抄到我手上的球呢？问题不在我有没有实力，而是我们心。你有吗？你在乎吗？哎，注意到没有？他们都以问题作为答案，来反问对方的问题。没错，气氛有点悬。
美帝啊，你说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嗯，我第一次遇到那个人的时候，心里真的有蹦蹦跳的感觉耶，那应该就是喜欢的感觉吧？那他知道你的感觉吗？还是你们现在在交往？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连他的长相都不是很确定。什么？因为我有很深的近视了。我现在是戴隐形眼镜，那天我的眼镜破掉了，在很危险的车震中，它就像一个保护公主的骑士，把我从车震中救出来。所以那个人根本就是陌生人啊。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而且在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马上知道他就是那个保护我的骑士。他就像以前的我一样，自己任意制造理想、憧憬，被一瞬间心动的感觉左右，恋爱只存在在他自己的幻想里。对美帝所谓的喜欢，从头到尾都只是一种梦幻的想象。这种不着边际的感觉，可以维持多久呢？难道不是随时都有可能，他会把这种感觉转移到别的对象？心想，你都听到我们说的话了，你们不要笑我啦，不然我会很不好意思的。七月，有一种情敌是最棘手的，就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介入你们之间，而且看他单纯的眼睛，会心责备。丽香在告诉我，我的立场很危险。什么意思啊，姐姐？是不是你也有喜欢的人了？丽香，你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他们不是要集训吗？他们现在在进行这次集训最重要的耐力训练，全部的队员要一起去登力进风啊！我可没那个力气跟，所以我回来了。全体队员登上力进风呢，是我们篮球社的传统。这象征着我们篮球队员奋斗不懈的精神。旧社员要挑战自己过去的记录，新社员呢也可以创造自己的成绩。由于这是球员们要完成的一种仪式，所以就不用勉强阿森教练。意思是教练不用参加吗？这样当教练会不会太轻松了一点？不会啊，以前都这样。我想这次可以破例，而且我认为这样的活动也很具意义。应该这样才算不虚此行。那好吧，一路上照顾教练。不用了，你们照顾好自己就好了。阿姨，去年你的记录是1小时37分28秒。好，出发。今天要维持领先，真的要拼一下。阿蒙颈椎不舍就算了，连阿胜老师体力也这么强。阿姨注意！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可以。嘉宝，你该搞什么啊？你知道刚刚那有多危险啊？
他受伤了吗？并没有。如果我说的是不小心的，你不会相信吧？原来这就是你的运动精神，为了求胜不顾一切。随便怎么说，我相信阿猛。老师，我相信阿猛，他绝对不是那个为了胜利的结果不顾一切的人。如果求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伤害或危险，我相信他绝对会努力的把伤害减到最低。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说得这么肯定，但是我想你或许就是那个曾经在阿猛试着将伤害降到最低却受伤的那个人吧。你在干什么？我说过了，我想要的东西绝对会夺到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想要你。你们不是姐弟吗？今天很不一样。有吗？哪里不一样？不潇洒，没魅力，风度差。瞎。正确，还很瞎。为什么在阿胜老师面前你显得这么没自信？喂，我是不太习惯看到阿猛不太猛，相信你自己也不太习惯吧。到底是想找人帮忙，不是帮倒忙吗？玉香，不要讲。你一厢情愿喜欢上偶遇的对象，一厢情愿要祈愿阿猛成为你的朋友，又一厢情愿的加入篮球队。但是凭什么我们一定要接受你的一厢情愿？你弟。丽香，谢谢你，因为你也是一个不想欺骗别人的好人。我最讨厌吃巧克力了。哦，那我去洗水果好了。爽，你有点自觉吧？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这句话你没听过啊？是目前为止我都不觉得美帝是敌人啊。不是我要吓唬你，以我的直觉，你最好还是别让美帝太接近阿猛吧。你想要让自己受伤的话，那后果自己搞定。不行，我不放心，我还是要去看看美帝。原来我不喜欢吃巧克力，也不喜欢美帝，也不喜欢的感觉就是难受。那这次短讯回去之后就放弃吧，虽然很想跟大家做朋友，但也不能一直都一厢情愿啊。
美帝。接近阿蒙吧。你可以放开我了吗？上次在马路上，我的眼睛破掉了，是你救了我。我一直好想再见到你哦。没想到你就是爸爸为我安排的相亲对象，我们真的有缘分，我们注定要相遇的。我以为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不管你是在街头被我顺手要挟的女孩，还是无聊的长辈硬要塞给我认识的对象，我对你毫无兴趣。我知道不可以一厢情愿，可是因为你，我第一次心里有蹦蹦跳的感觉。也许我再努力一点，你会认识我，然后喜欢上我。不可能。没关系，因为我不想放弃。家伙实在太没用，敲两下就不行。那我请大家吃巧克力好了。哦，哎呦，小美弟请吃巧克力哎 ，so sweet 哦。看人就讨厌，为什么男生都喜欢那种没个性的傻瓜小甜甜？又不是每个男都这样，你们女生还不是一样，只喜欢那种坏坏男。
些烤肉没味道是不是？想吃素吃啊，怎么样给你？要不要分你一半啊？玉阳平，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一整天都在找茬。你说话啊！我只是觉得，要是我有个性一点，态度坏坏的，或许有些事情就会不一样了。这个笨蛋，原来是想要学阿蒙。哎，有流星，快许个愿。学也学不像，幼稚。也对啊，有个性的人一定不会做像刘星许愿这种事情。你许了什么愿？我就是算了，根本不想知道。阿梦，刚刚有流星耶，你有没有许愿？无聊啊。小美弟送的巧克力味道不错哎。七月怎么了？七月你怎么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第一次在学校见到你的时候，我原本以为你完全都没有改变，后来才发现，其实你改变了很多。是吗？因为现在你的脸上常常会出现一种很复杂的表情，那你从来都没有过的。也许是因为你的生活上，或是你的情感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吗？对我来说，你才一点都没有变，还是一样细心周到又成熟。不像你还记不记得找我的家教学生齐月？你找他干嘛？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今天在学校有一个数学考试，所以我想他大概需要五个塑胶袋。错，六个。当然记得啊，那时候把他请你当我家教的时候，每次遇到大考压力或者是心情不好，你就会让我来。一二三。我没打破。终于看到你笑了。我记得以前啊，我都觉得你好像魔术师哦。每次我遇到难题，只要在你面前，你用一个塑胶袋就把它变不见。一个不够，要不再来一个？你的笑容比什么都重要。除了阿猛自己骑车回去不在这里之外，我想跟大家说，还有阿森老师，
这次的短训呢非常的成功，谢谢大家，相信我们的篮球社一定会有更好的向心力，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好，那各自休息吧。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却不知道当车子到站，我们各自的心是不是也一样能到站呢？为什么不一起回家啊？下车哦。哦。这样才对吧？准备的，刚才买的。这个颜色我不喜欢。啰嗦哎，这上面有图案啊。为什么是月亮啊？上车了，快点啊！好啦。令我难以应付的短讯终于结束了，不确定的心。却还在不平坦的路上犹豫着，总是还能往前进。那你的咖啡，不加奶精，一瓢糖，对不对？谢谢。怎么样？已经看过你老师的女儿了，有没有那种雨后重逢的喜悦？你想要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是我想那样，还是你想的那样？你想的是怎样？你不是说过两天就是20岁生日，你在这个时候回到他身边，别人可能觉得是巧合，可是我知道你不是。你想太多。你不要不承认，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等他长大。我纯粹只是想看我老师的女儿现在长大变成什么样子。是吗？不觉得，亚丽啊，你这样问话很不像你。那好吧，那你回家见我。平常你要干嘛？如果真的像你讲的那样，那你把这照片换成我的吧。一张照片又不能代表什么。我不觉得，我觉得这个照片代表了等待。
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心里面有个叫齐月的女孩，你一直在等她长大，所以我很有耐心。你不是像你长的那样。其实你不需要向我否认，除非你可以否认到自己。咖啡还是要在对的温度喝，味道才对。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感觉一下人跟人之间的温度。阿胜，小女孩会变会长大，我才是在你身边最了解你的人。是的人吗？去打个招呼吧。她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师母，齐月的母亲。有什么事吗，姐姐？没事啊。来，哥来这边。我又不是猫。哦，是吗？真无聊。美丽的事，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看到他跟你告白。所以嘞？什么所以？这应该是我问你吧。你担心啊？才不是。放心啦，女生向我告白这种事，你慢慢就会习惯。你好像很得意哦。我才没有担心哎。心情不好就去抱几个塑腰带嘛，这不是你的偶记上教你的消气法吗？哦，原来是你担心，还说是我担心。鬼啦！你才小鬼。人家阿胜是成熟，你就刷手机上，怎么这么没风度啊？我就幼稚啊，怎么样？我就是幼稚啊，怎么了？幼稚啊！来了，你们，哇，果然家中有个男孩子，感觉就是不一样，兄弟姐妹打打闹闹，好好玩哦。阿姨，真的很一流哎。肚子饿了吗？我赶快去准备。小月，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呢？啊？啊？阿胜的事情啊，听说他在你们学校兼课。嗯，我刚在路上碰到他，还吓一大跳嘞。哎，听说他还参加你们篮球社的活动。妈妈，拜托你不要在阿嬷面前提阿胜好不好啊？你生日那一天呢，我也邀请阿胜来家里哦。妈，你干嘛自作主张啊？哎呀，我以为我这么做你会很高兴的。你不是说将来长大以后要做阿胜的新娘吗？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我有证据的。妈。妈。阿姨，今天晚餐吃什么啊？今天晚上吃麻辣锅，我有买锅底哦。好。好可怕的笑容啊！啊，这么好吃的麻辣锅，有锅碗上去有腥臭，好可惜。阿姨，你刚才说姐姐以前搞师生恋啊？妈，哦，怎么那么辣？你不说小辣吗？很好吃，对不对？还好吧。你流汗喽？对，你说的对，就是师生恋。我们小月月以前还说啊，非阿胜不嫁，发过誓的哦。哪有啊？你干嘛说？有梦啊！我证明给你看。妈，你要干嘛呢？
真过瘾呢。阿嬷，你看，这是小月国中的日记本，里面全部都是对阿胜甜蜜的回忆。小月月的时候好可爱吧？真的好可爱啊！为什么不是那时候认识他呢？小月，我答应阿胜，明天你陪他去走走。妈，你干嘛要自作主张啊？因为他说想去爸爸的旧家看一看啊。那我想这样也好，你把钥匙拿给他，就顺便陪他去看一看。那边充满你小时候的回忆。辣的我都快冒火了。啊，还有一件事情，小月，你不要难过哦。我好像看到阿胜已经有女朋友了，很漂亮哎，好像还是一间咖啡店的老板娘。妈，你早说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啊，讲话要讲重点。这样你就放心啦。干嘛坐在这啊？我想你总会出来拿宵夜吃之类的。坐这不忍啊。你想重温旧梦啊？在我房间里，妖精去哪？那是认识阿猛之前的事了。那时候的感觉，有砰砰的心跳，有浪漫的幻想，有害羞，还有对未来的期待。那些感觉，全部都是真的。可是，在遇到你之后，怎么样？我才确定，我没有后悔先暗恋上阿胜，然后又暗恋上元一。你不后悔？因为这里的温度才是最真实的。可是我看到你生气的脸，就会焦虑不安。哪有生气啊？或者是你一脸口是心非的样子，才会让我忍不住想笑。喂，因为有比较，我才知道谁是我一直会喜欢的人。你不生气啊？日记本可以还我了吧？休息啊！妈，还我啦！这是我的隐私，我没道德啊！我还没看呢，怎么可以还给你啊？阿嬷，看完以后会决定我撕掉还是烧了。今天跟阿胜跳了人生中的第一支舞，我觉得世界实在是太美丽了。像阿胜哦，又会念书又会运动，气质又好。如果我可以变成故事中的女主角，那我的人生就从黑白变成彩色的。小扣扣的好烂，但是因为这样可以
以跟阿胜撒娇。当阿胜把塑胶袋砸在我的头上的时候，一点都不痛哎，反而觉得好快乐哦。上帝啊，拜托你，让现在出现在阿胜身边的女生全部都是大猪头，让阿胜看到就想吐。还有，快点让我长大吧，这辈子最大的目标，我一定要当阿胜的新娘。少跟我装可爱。笨蛋。你自己去搭车吧。祝你跟阿胜约会愉快。我不是要跟他约会，我只是要拿钥匙给他。阿梦姐姐。你弟你待会要去哪？我想去看一看台北。看一看台北？嗯，会去日本念书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安排，这次会从日本回来也是因为接受他们对我相亲的决定。我发现台北变了好多，有很多跟小时候的记忆都变得不太一样了，所以也想要确定一下自己会不会喜欢在这城市里生活。这表示终于想学习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了吗？嗯，如果可以得到我想要的爱情，那会很完美。如果不行的话，我也要继续努力过生活，也许在这里，或许在下个地方。那我陪你吧。闭上眼就看见你。你想去哪里？这感觉像你还靠在我肩。你去陪阿胜找你的回忆，我陪美丽去找她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往下一站出发。